白转呢，相当于手表上的备忘录是可以录音的，旋转表冠呢还能变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戴。那有人说 Apple Watch 是美丽废物啊，花几千块买这么一块电子手表，那到底值不值？哎，看完下面这十个技巧，再决定要不要买。那如果你集齐了苹果全家桶，就可以召唤神龙，就可以无感的解锁手机电脑。虽然 iPhone Mac 可以面容触控解锁，但是每天解锁次数多了，还是有那么一点点麻烦的。那特别是 Mac 外接键盘的时候，还得一个个敲。那这个时候只要手表在身边，啪的一下就打开了。那每次节省个几秒钟，一年就能多好几天，白赚了相当于。Nice。那手机平板上可以在面容 ID 和密码打开这个选项，那 Mac 上呢可以在触控 ID 和密码勾选这一项，之后只要设备在附近就可以直接解锁了。 Apple Watch 的圆环很有辨识度啊，三个圆环分别是活动、锻炼和站立，我们可以在健身里更改目标，查看每天的圆环信息，还可以安装 Challenges 这样的第三方软件，那邀请朋友一起来打卡挑战。三个圆环的设计，那确实还是挺讲究的，包括走路、站立，还有一定强度的运动，基本是我们保持健康每天必须要做的事。其实目标的设定也很讲究啊，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调整。那下期我会具体的讲解怎么设置圆环。喜欢出去跑步运动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带手机太麻烦了，那其实有了 Apple Watch 就相当于带了手机啊，特别是蜂窝版本的，在外面接打电话、商店买东西、连线支付、刷地铁都可以，更复杂的操作还是得交给手机啊。那有没有经常找不到遥控器手机的朋友？手表肯定是戴在手上的，不会也找不到了吧。往上一滑，点这个小手机的标，那手机就会发出声音，长按闪光灯还会亮，找起来就更方便了。如果在家里找不到了，就可以这样。那万一真的丢了，可以在查找设备里查看当前的位置，打开丢失模式。一个人用后置摄像头拍照录视频，那就像我现在这样，但是录制键呢还有画面构图完全看不到，凭感觉肯定是不靠谱的。打开手表上的相机就可以直接控制手机拍照录像，切换前后摄像头，那旋转表冠呢还能变焦，构图啊位置都很清晰，就不用再点了录制再跑过去啊，就相当的优雅。我们经常收到各种垃圾短信，还电话通知，那手机上可能看着看着就玩起来了，手表上的消息啊通知扫一眼就知道了，骚扰电话不想接的时候呢，手掌往上一盖就不会分散咱们的注意力。开会啊或者在电影院，手机没有关铃声突然响了就很尴尬嘛，这样的方式就很优雅。还可以直接在手表上设置影院模式或者打开静音。iPhone 打电话的时候呢是没办法录音的，开语音备忘录都不行，但是手表上的备忘录是可以录音的，完成之后就自动同步到手机了。我就想问问为什么手机上不行。比起手机上的 Siri， 那手表上就方便很多呀，像定时五分钟之后叫我，天气目前是晴天，气温24度，指数53，放歌，你的音乐资料库中没有内容，都只用台下手腕，可以在设置 Siri 里开启台湾对话。听说 iOS 时期的 Siri 会继承 ChatGPT， 到时候应该会更好用啊。用过正念的朋友可以敲个一啊，你觉得这个功能有用吗？正念可以积极开放式的感知当下的状态啊，特别是咱们年轻人上班熬夜还做不完的需求，那压力贼大，烦躁的时候呢，一分钟的正念或者深呼吸就可以从当下的情绪抽离出来。而且 Apple Watch 它会主动的监测你的情绪啊，那情绪爆的时候呢，它就会提醒你深呼吸，这不比男朋友还贴心。摔倒检测是 Series 4就加入的功能，最新的 Series 7
还有车祸检测，可以在设置 SOS 紧急联络、摔倒检测、始终开启打开这个功能。手表检测到摔倒会震动发出警报声，给紧急联系人发送警报还有位置信息，误报了也给关闭。我们虽然很少碰到这样的情况，但是万一遇到意外还是多了一份保障啊。特别是上了年纪的，摔一下如果没有及时得到治疗就很危险了。这些就是我觉得 Apple Watch 好用的点，从健康到效率，基本上涵盖了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了。大家觉得 Apple Watch 值得购买吗？欢迎留言分享，喜欢的话可以点赞投币收藏一键三连。我是小戴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